0492315999，0492315999，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福恩。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，敬请佩戴口罩。重视人生，成就生命。生命电视与您一同拥抱生命，迎向未来。接下来请收看《菩提树斋吉祥来》。大家好，又快一年到了，好，那我们呢今天呢，我们来象征的做了一个很有喜气很有象征的一道菜。好，我们做什么菜呢？就是叫翡翠菜头风好彩头。所以大家来看里面到底有哪些东西呢？看这里都非常容易取得，你看看最重要的菜头一定矮是好彩头。好，翡翠就是菠菜打成的汁哈，这个我买现成的就好，不要自己弄，太麻烦了哈。那这个是枸杞，一点素姜，好，还有这个是豆腐，板豆腐，要板豆腐才可以哈。一点红萝卜，好，配颜色也好，营养也好，都很 OK。香菇，干香菇，好，然后有皇帝豆，啊，麦吉，这样全部加起来，你看看，将近十种的食材，营养非常的均匀，好 ，OK。然后调味料有哪些呢？看这里。很简单，香菇粉、盐、好糖，还有一点香油或者麻油都可以。就这些食材做起来一定会非常象征喜气，而且非常有这个感觉，又色香味会俱全的一道菜。这一次呢，我介绍一个素食达人，他已经跟着我一起学习素食已经很多年了，而且考上执照了。我们还是请来这个果静师姐来为我们示范。好，周老师好，阿弥陀佛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你看，你现在已经达人了，对不对？加油！我们还要把达人传送下去给很多达人，来，只要用心，每个人都可以是家里的达人，做菜达人。对，好，那我们今天我们就直接来示范。对，啊，首先我们来处理这个萝卜。那萝卜我们挑选的时候，最好就是挑这种圆的，对，是有点长长的长形的，做起来会很漂亮，处理的时候会比较好处理。然后削皮，对，好。用削皮器，或是你直接用菜刀也可以啊。看你自己的手，对，看你自己怎么样方便，你要怎么样削皮。然后取你要的一个大小，好。因为我们最近呢有上过课，《黄帝内经》里面就有这个食物的疗法，最对的那种食材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这种食材，现在萝卜啦，对不对？挂彩啦，好，这些都是你自己去看看，现在时令是什么最重要，对不对？做起来吃起来又好吃又便宜，而且真正还会对你身体有帮助。最主要是身体有帮助。那因为我们为了这个美观的缘故哈，那如果说你平常的话，你就是对，就是照它自己原来的原型也可以，那中间挖一个洞，那把那些我们要镶的这些东西镶进去就可以。你那模型的时候，你就是直接啊，好，你切成方形，然后再一直修，一直修哈，把那个角一直修到，它就会变成一个圆形了。对。那其实你要四方形，什么形都有，因为我们要圆圆满满，所以我们把它做成圆形。对。那再把这个角一直修，一直修哈，就会变成一个圆形了。那我们今天有这个模子，我们就用模子就好了哈。那我们大概高度，我们给它取差不多的高度。对。好，
那中间怎么办呢？我们可以，如果说你们有那个对小刀都可以挖球器的话，哈，就直接挖一个圆圈就可以了。对，那因为我们今天没有，所以我们就要自己想办法。那我今天就用小汤匙来挖哈。看见啊，你这些哦，你这些蓝山的这些菜头，哇，对，你去熬汤做成其他的做法是非常好。因为我们主要是要吃萝卜，对，盐味，对，那中间的话是只是它的配料而已哈，对，所以 对，所以我们就稍微挖一个，有一个深度就可以了。那萝卜要先料之前呢，穿烫一下，因为萝卜它有一点辣辣的，好，先把那个辣味稍微穿一下。那如果您要吃原味的话，也是可以啊，哈。那我们来放旁边。我们现在来做中间的馅料，那馅料的话有豆腐，一样豆腐，豆腐，好，大概做到对，大概对，15分就很多，豆腐，素姜啊，这两个是基本的，基本的材料，然后里面要加什么的话，就我们可以自己来调配。对，放一点红萝卜，颜色会比较讨喜，而且也比较不会说看起来都是全部都是白色的。那香菇的话是，因为它本身的那个可以哈香味。对。好，那你要到底要放什么，放多少是你自己去决定。好，比如说你想香菇香一点，你就放多一点。对。因为你想什么多一点，这由你自己去创意，不需要说，是因为每个人的味道都不一样，对，不一定说一定要多少什么多少，对，没有比例的，对，西餐就一定要有比例，西餐一点没有比例的话，尤其是像调饮料、咖啡什么的，没有比例，你这个就做不起来，对，啊，这个是不需要的，按照你的食物，对，啊，你的家人的嗜好而去定，好，再来一点点红萝卜。那如果要切成细末，你就把它的那个，片切薄一点，然后丝那个丝啊，也是切薄一点，然后切出来它的末就会很细了。对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黄帝豆哦，黄帝豆的营养也很高，对，它的蛋白质也很高，不一定照我们这个，对，这只不过是。举一反三，让大家知道说，哦，这样走。那其实里面就是是材料自己对自己去调配。我们只是了解一下它的烹调的一个程序，这样子。这样子的非常的简单哈，来加一点调味料。好。那素姜的话，您也可以用现在最流行的那个未来肉啊来代替。我们的这个素姜很好，这素姜是完全是椰子油去做的，所以这非常的好。OK 的，来吧，来我们看这里调味哦，来哈，好，调一点味道，一点盐哈，一点点香菇粉，一点点油，香油。一点点糖，好 ，OK， 好，就这样就拌一拌就好了，好拌一拌来。这个萝卜哈，穿烫完以后就可以来把这些馅料封进去里面。好，给你封来，就这样，材料就这么简单就做好了。那你比如说你想要放一点胡椒粉啊，或是放都可以。对。对哈，五香粉都可以，你看你自己喜欢什么味道。我只不过做一个这个，哦，一个样子给你们看哈。那内容真正内容都是由你们自己喜欢而定。好 ，OK 了。放在这里，还加上一颗枸杞。对。然后上面放一颗枸杞来点缀一下。很讨喜。对。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拿去蒸了。好，蒸好的时候，我这边有一盘蒸好的哈，因为我们这个时间也不够，所以我们有一些蒸好的东西，我们马上拿出来，大家看清楚，这是刚刚蒸好、蒸熟的这一盘。对，那我们蒸好以后，我们就要来做翡翠了。好，那我们看到哈，蒸好以后，它亮亮的，是因为蒸的时候
我们可以抹一点香油在那个上面，上面它蒸起来的时候就会哈、哦、亮亮的，对，就会亮亮的，就会比较也比较香哦。好，来，那我们赶快来做翡翠。翡翠的话一定要买的，你自己做当然可以，你要用果汁机去打，打到那个菠菜都成为泥，但还要去炸过，这太麻烦。买了一盒几十块，非常容易，还可以做很多次。好，是，来加一点水，直接加水就可以了，直接加一点水就可以了。对，多一点，多一点，多一点，或者再多一点点。来，好，一点点盐，一点点鲜菇粉，阿宁不加也可以，就吃它的本身的原味哦。食物的原味，先勾芡哈。来，我们勾芡可以用那个莲藕粉，莲藕粉或是太白粉，或者都可以。好，不用多，一滴滴就好。薄芡，好，薄芡就可以。用莲藕粉是比较健康一点。对，现在人都是少，不要太多的那个。尽量不勾芡也是可以啦。对，不勾芡比较不会倒，整个那个汁哈，咸味比较没有办法。那个粘在萝卜的外面，可以。那翡翠不可以太快放哦，因为会不会黄掉？不会哈、哦，它已经那个冷冻了，冷冻过了。一半就好哦，不要太多，一点点一点。好的，薄芡就好，薄又看，好，这样就可以了，不要太多芡汁。好，那翡翠放下去。你看这总共加起来我看不到十分钟吧，就 OK 了。好，可以把它弄均匀，嘿，因为它有点结粒哈，所以我们把它稍微嘿弄开一下。好，加一点香油才会亮亮的。好，淋上翡翠，这样的话色香味俱全。好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我们这一盘已经完成了啦，这一盘就是我们的翡翠菜桃风。翡翠菜头风，食材：一、细长型白萝卜；二、枸杞；三、翡翠；四、豆腐；五、素姜；六、红萝卜；七、干香菇；八、马蹄；九、黄帝豆。调味料：一、盐；二、鲜菇粉；三、糖；四、香油或麻油。做法：一、将干香菇洗净泡软，切细末；红萝卜洗净切细末；马蹄及黄帝豆洗净切丁。二、豆腐捣碎与素姜拌匀。三、加入香菇及红萝卜末、马蹄及黄帝豆丁一起搅拌均匀，做成馅料备用，加少许盐、香菇粉调味即可。素姜本身已有调味。四、将白萝卜洗净去皮，切成圆柱形，高约3公分，中间挖洞，放入馅料，上面放一粒枸杞，用瓷盘蒸20分钟，蒸熟。五、起热锅。放点水，加入翡翠调味，用莲藕粉制成勾芡汁，再加点香油拌匀，淋在菜头风上面即完成。
阿弥陀佛。哎，我现在介绍这一道菜非常的好，就是有时令的最佳食材，好，而且会有又有象征的这个年节的一种气息，所以我们来认识这一道叫什么菜呢？叫做芋香糖醋鱼，好，用芋头，现在芋头是最棒的，好，所以我们来看看什么食材，看这里，来，这是海苔，海苔，那这个是虎皮，一般的那个塑料店都有卖的虎皮，海苔。番茄，最主要芋头，这个已经削皮的芋头，大家都知道哈，这个芋头。那一个这边就是随便你可以放一点什么菇都可以，这边是啊、这个红喜菇啦、啊，或者什么都可以。小薏米、豆包、生豆包哦，不要熟的就不行了哈。然后这个素姜，一点点这个椰子油，素姜非常的好。这边做糖醋鱼非常的好吃。好，再看看配料是什么呢？看这里调味料。盐、糖，啊，这个是番茄酱，这个是橄榄油，这个是薏米粉、乌醋，还有胡椒粉，啊，这个素蚝油，啊，看起来很多，但这些呢，我们通常家里都有的，所以不会很麻烦，所以大家认识这些，你可以做出一个很好的素食佳肴。这些就是今天我们的调味料，都不难取得，通常家里都有备这些的比较多哈。好，我们现在请一个那国境师姐来为我们示范这一个芋香糖醋鱼。阿弥陀佛，老师麻烦你哦。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嗨。好，那我们这个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哈，就是每一年佳节的时候，佳节的时候一定要鱼哈。那我们就是以前我们可能会吃一些塑料做的鱼，那我们今年呢就健康一点，用芋头来做。好，那我们先来做这个素鱼的部分。那我们首先呢哈，我们就是芋头，我们主要的材料就是芋头，还有里面的馅是豆包哈。那怎么调味哈？也是个人的喜好。那我们芋头也是一样，就是切片，切薄片，然后去蒸啊。趁热的时候哈，压成芋泥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就是大概越薄哈，它就越容易熟哈。我们就是这样示范一下。那我们这边已经有蒸好的。哎，这哇，这个超级香的这个芋头，你看现在季节到的话，记得要买食材。记得，你看现在什么最多最便宜，那就是你不懂得什么时候，什么食材，你就看最便宜，而且，这个，最好吃，就是季，大家都季节，不知道在卖，问那个卖菜的，现在什么菜是季节菜，你就可以知道季节菜。啊，其实健康都是从季节的菜来开始的哈，你看，这个芋头已经 OK 了，哎，好了，那我们就放进去豆包，哎，还有对。还有那个豆包切丁哈，切小丁，因为我们要包在里面的切小丁，然后素姜，素姜拿出来，素姜一点点，对，素姜一点点，不要太多哈，不然会把芋头的味道抢走。好，对 ，OK， 你准备，这样 OK 了，然后好，你就可以准备包了，好。啊，调味了，我来调味一下盐，好，素蚝油一点点，不要太黑哦，哈，太黑整个做起来乌漆嘛黑是不好看的哈。素蚝油，然后这个放一点点糖，这基本上就是这样子，然后胡椒粉撒一点，这样会比较香，胡椒粉撒一点哈。就可以了，就这样拌起来，包起来，包个鱼的形状，是好，可以的哈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是要用千张哈豆皮，它是很薄的豆皮，然后看它的形状是什么形状。那我们今天是长方形，那我们就对切哈，然后给它稍微重两张重叠一下这样子，然后上面放那个海苔片，好，可以，好 ，OK， 来。然后每一只哈大小大概是200公克啊，你大概取一个适当的量，取一两个适当的量，对，这样差不多。好，不要包太大，现在有时候吃不完那么多，哎哈，很少。
就是我们前面比较宽，然后后面比较窄一点啊，做成一个鱼大概就是一个形状，对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然后就是把它包成甜筒状，甜筒的形状哈。我们是它包的时候是就是它是要对角的地方哦，哈，这里。然后包过来，做成甜筒状，嘿，对，这边折进来，好，这样子，对，好，这样就是一只，嘿，包好以后，我们要放到电锅里面蒸，差不多20分钟左右。那这个就是已经蒸好的样子，蒸好的拿出来，对。那我们用这个蒸好的，好，我们蒸大家都知道嘛，拿去电锅蒸一蒸，拿出来就是这样。对，蒸好以后我们要就是切斜片，但是不要完全切断，对，好，这样来，切的不要直直下，要稍微拉锯，拉锯这样不会脆皮，才不会碎掉哈。前后拉锯这样子，不能切断，不能切断哈。然后呢，再来撒上薏米粉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样子哈。好，沾薏米粉啊，撒一撒薏米，因为这样撒下去沾起来才不会里面才能够哈，来对开的可以啦，让它不要连在一起，里面的每一个隔缝让它有隔缝，不用粘在一起。炸的时候刚过要去油温不要太强，80度左右，因为它本来就熟的嘛，只是要让它焦黑一点而已，80度左右哈，就放下去炸。对，因为它有面积，有宽度，所以不能够很热下去，中间我靠差八来对不行哈，所以外面哈，不要对，那大概80度的80度左右的那个油温，自己量你要看了哈，然后放下去让它慢慢炸，炸一下让它能够整个都能够熟透，好，能够都把它炸酥，好，这样就会很好吃。你把它反过来，它就很快哈。好，那你现在你来准备这个调味的，好，给它炸一下，让它慢油稍微炸一下，对，那我们就可以边准备。对，你现在要做糖醋的一个料，好。糖醋料你配料随便你，有人用青椒啦，有的人用都可以。不一定按照我们这，我常常讲说，很多时候是举一反三，看你要加什么料，都是看你自己的哈，不一定要全部都照我们的意思。好，我们今天是选择就是几种，红的、黄的啦，一般的，就这几种颜色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差不多了。因为反过去它怕会断掉，所以这个可以用淋油的方式来炸，对。就用油把它淋一淋，它就会进去了哈。那要起锅的时候，一定要记得要逼油，要一定要开大火，然后逼油，把油里面吸进的油都逼出来，然后才让它上锅。好，已经金黄色了哈，那我们就可以把它捞起来。就捞起来，这一条素鱼就做好。油倒起来，就那个我夹在这里。菇类可以先过一下油，它比较不会有那个菇的味道。对，好。下简单下，然后黄姐，我们接着你可以加绿色的青椒，或是其他的甜豆，什么都可以，只要你认为配出来这个素鱼很漂亮，这样就好了。菇很容易熟，所以我们可以先捞起来一下，等一下再放进去，最后的时候再放进去。来炒番茄，番茄一定要炒，就是它的茄红素才会跑出来。
玉米笋，玉米笋最后再放好。等一下，留几只哈，比较颜不会颜色染在上面的，嘿，好，然后可以开始来调那个糖醋酱，糖醋酱，对，糖醋酱，糖醋油酱，糖醋酱油怎么调呢？你说来，糖，糖，哦，就是有糖，糖，对，比例呢？比例一样哈，就是。对，你可以一比一，然后如果你糖没办法吃那么多的话，你就可以减量一下，糖还有盐少许一点点就好了，因为我们还要加那个素蚝油，所以盐一点点提味就好了，素蚝一匙就好了哈，你自己斟酌，素蚝也不一定说一匙或多少，你自己斟酌，不要太多就好了。还有这个是糖醋，啊，这个是番茄酱，番茄酱多一点，对，番茄酱大概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然后呢，乌醋，乌醋，乌醋啊，一瓢，好，这样就好了，这样就可以了，好，把它打散，嗯，然后加一点水，加点水，一定要加水，嗯，糖醋酱就这么简单，对。好，那它本身因为已经是很浓稠了，也不用勾芡，没关系。对，不要这个不要勾芡，因为番茄酱本身就有浓稠的哈，素蚝鱼也浓稠的。好 ，OK 的，好，这样就淋上这个酱就可以完成了。对，好，好，你看，好，来看看这里，我们两个做的这个糖醋鱼，啊，这个年年有余，就这已经完成了哈，哎，一起来做做看。栗香糖醋鱼是。栗香糖醋鱼，食材：一、芋头；二、生豆包；三、千张豆皮、虎皮；四、海苔纸；五、红喜菇，六、美白菇，七、红番茄，八、小玉米，九、素姜。调味料：一、糖，二、盐，三、素蚝油，四、乌醋，五、番茄酱，六、玉米粉，七、橄榄油，八、胡椒粉。做法：一、芋头切成片状蒸熟，趁热压成泥状。二、生豆包切成小丁，与少许素姜、芋泥拌在一起，并加入盐、素蚝油、糖、胡椒粉调味。三、取一张千张豆皮对切，交错叠放，铺上一张海苔纸，把芋头豆包馅放在上面，包成甜筒状。四、盘底铺保鲜膜，水滚蒸熟，约20分钟待凉，斜切片，不可完全切断，做成鱼尾形状。果干粉炸熟酥脆成金黄色，放瓷盘中备用。五、将双菇洗净，小玉米洗净，切成斜片，一起穿烫备用。红番茄洗净，切成菱形。六、起油锅制作糖醋酱，将做法五所有材料炒煮，淋在炸好的素鱼上面即完成。
护持生命电视台邮政话拨户名财团法人生命传播文化置业